来到安徽卫视《加油好 baby》，有请节目主持人王小川。观众朋友，晚上好，这里是安徽卫视大型亲子益智公益节目《加油好 baby》，我是王小川。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，一位可爱的小萝莉雅琪，出人意料又实至名归的拿到了王者宝座，也收获了20,000元亲子成长基金。今天有8位全新的挑战者，又要对他的王座发起冲击。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足够自信，觉得自己也 OK 的话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。同时您在看电视时选择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答题，就有好礼相送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8位挑战者登场。各位挑战者各就各位，欢迎你们。好，欢迎8位挑战者，来，我们到第二现场看看各家可爱的小宝贝儿。来 ，Hello， 宝贝们，你们好。哇哦，一群可爱的小宝贝儿啊！在座都是爸爸妈妈，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就是为宝贝而战。各位，各自加油，来吧！让我们有请王者擂主雅琪。雅琪，要想战胜这面前的8位挑战者，你首先要面对第一关，王者擂主30秒天翻地覆之内，你至少答对3道判断题。如果答不对的话，雅琪你就首先被淘汰掉了。来，30秒天翻地覆，开始。我国结婚证上印的花卉是玫瑰花。错。正确。古代6部当中，相当于现在国防部的叫兵部。对。正确。人类器官当中唯一有再生功能的器官是肝脏。对。正确。恭喜你雅琪经受住了考验，接下来8位挑战者的椅子去往指定位置。王者擂主雅琪，8个人当中，你想率先对战哪位？我选8号。来吧，8号下营，出列。大家好，我叫夏莹，夏天的夏，杨玉莹的莹。可能说夏莹呢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还有一个网名叫夏夏小二娘，我非常爱好拍摄视频，现在呢是一个美拍达人，至今为止我拍了有200多个视频了，现在也拥有了一点小粉丝啊。然后呢，我也想让我的小宝贝啊，我的宝贝再过几天刚好5周岁了，所以呢，我也想把这一次来参加挑战呢，作为一个生日礼物送给他。希望我们的擂主能够承让，因为我刚才听说下去的是温水，我就不怕了，我一直担心是开水。哎，今天来到现场，给我们来一段，你拍的搞笑视频这个版本好不好？第二现场看他们家可爱的小二二小朋友，你为什么小名叫小二二啊？是我妈妈帮我起的，我因为我家很二。你看这个颜值这么高，哪里看得出来是二呢？对不对？那完全就是走偶像路线的那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家的颜值也就是靠他撑着。哦，主要是靠他。对，小二二，接下来我们共同来看看妈妈和擂主之间的一番较量啊。王者擂主，2位90秒倒计时，从谁先开始啊？对方开始。好的，2位做好准备，
号挑战者夏莹。90秒倒计时开始。一位对个人颜值充分自信而自称为颜王的知名演员，他是孙红雷。正确。雅琪。巴扎黑，这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语气助词？藏族。正确。夏莹。歇后语15个吊桶打水，下一句七上八下。正确。雅琪。一般用哪个书面语来表示男方到女方家里去结婚落户？入赘。正确。夏莹。特有的米饭料理石锅拌饭是属于哪个亚洲国家的？韩国。正确。雅琪。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而违法服用的禁药被统称为什么？兴奋剂。正确。夏莹。形容凡事难以两全其美，我们说鱼和什么不可兼得？熊掌。正确。雅琪。学名为毛饼金钱菌的是我们通常吃的什么菌类食物？金针菇。正确。夏莹。珍贵的明前龙井指的是采摘于哪个节气之前的茶叶？过。下一题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在哪个城市？咸阳。正确。雅琪。起源于宋朝的小吃冰糖葫芦是用什么水果为主要原料做的？山楂。正确。夏莹。地跨亚欧两大洲，别称是君士坦丁堡的是哪座城市？伊斯坦布尔。正确。雅琪。电视剧《何以笙箫默》当中男主角何以琛是谁扮演的？钟汉良。正确。夏莹。在我国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，机动车是靠哪边行驶的？左边。正确。雅琪。因为爱做饭而推出了一款 APP 叫黄小厨的是哪个演员？黄磊。正确。夏莹。2015年10月份举行的首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哪个城市办的？福州。正确。雅琪。用弹弓控制小鸟来打击建筑物和猪的一款游戏叫？愤怒的小鸟。正确。夏莹。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，儿童身高在多少以下火车票是免票的？1.2米。正确。雅琪。过年的时候通常把哪个汉字倒过来贴寓意好兆头？福。正确。夏莹。扩展名是 JPG 的结尾的文件，代表这个文件属于什么类型？照片。正确。雅琪。中国大学老师职称有4个级别，最低的是助教，最高的叫教授。正确。夏莹。孔子说50有5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。正确。雅琪。诚朴雄伟，力学敦行，这是我国哪所大学的校训？南京大学。正确。夏莹。波兰的首都也是波兰最大的城市。八号挑战者夏莹，你的90秒率先用完，会被淘汰出局。在告别我们这个舞台之前，想不想对小二二小朋友说点什么？马上就要到小二生日了，我想给我家小二唱首歌，唱首生日歌。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小二生日快乐哦。我想说相逢便是缘，希望我们下次还可以有机会在一起对决，再见。小二，妈妈呢这次之所以会来，就想告诉你，咱们遇到问题一定要面对问题。我希望我们的小二过了今天真真正正的可以长大一岁了。回想起2010年那个夏天，我为什么要学游泳？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我们的擂主雅琪，你觉得夏莹手上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？2000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揭晓答案。1500元亲子成长基金，恭喜雅琪。接下来你想挑选下一位是？好，一号挑战者萌萌，来出列。大家好，我叫黄萌萌，今年29岁，我来自浙江温州。
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我非常的喜欢舞蹈，在大学的时候是学校的文艺骨干，曾经我梦想过在毕业之后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但是因为宝宝的到来又把重心放在了孩子身上，希望能够在宝宝成长的道路上给他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将来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第二现场看看你们家可爱的唐妍希小朋友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唐妍希。他是一名小模特。那今天给我们走一段好不好？好。好嘞，加油。来，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小模特唐妍希小朋友，我们的可爱的小模特唐妍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给妈妈加油。萌萌，接下来跟雅琪之间的对决就要开始了，想对擂主说点什么吗？今天不管是谁赢谁输，我们下台之后都是好朋友，希望以后多多联系。哎呦，因为一号她也是一位全职妈妈嘛，然后我自己也是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。好，一起加油，加油。不过两位90秒倒计时，雅琪，你看从谁开始比较好啊？对方开始。好，来，萌萌、雅琪两位，做好准备。一号挑战者黄萌萌，90秒倒计时开始。我们经常说喝牛奶能够帮助长高，是因为牛奶里头含什么元素？钙。正确。雅琪，人们常说的米字旗指的是哪个国家的国旗？英国。正确。萌萌，衡水、保定、承德，这是属于哪个省的城市？河北。正确。雅琪，木兰辞当中唧唧复唧唧说的是木兰在干嘛？织布。正确。萌萌，微软出品的用来制作幻灯片的办公软件英文简称叫 PPT。 正确。雅琪，非说不可随遇而安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主持人孟非。正确。萌萌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这是三国时期谁的诗？曹植。正确。雅琪，通常把紧急抢救时嘴对嘴吹气的急救方式称为人工呼吸。正确。萌萌，平时所说的两院院士指的是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。正确。雅琪，被誉为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是葡萄牙的麦哲伦。正确。萌萌，医院打针前医生在皮肤上涂抹的那个浅棕色消毒药水是碘酒。正确。雅琪，哪位西班牙画家把鸽子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并为世人所公认？毕加索。正确。萌萌，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是布拉格。正确。雅琪，清朝后期兴起的太平天国定都在天津，就是今天的南京。正确。萌萌，古代皇上发布的诏令叫做圣旨，那么皇后发布的叫过。下一题，谚语一场春雨一场暖，那么下一句叫一场秋雨一场寒。正确。雅琪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，这是哪个歌手的作品？赵传。正确。萌萌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。正确。雅琪，篮球运动员林书豪现在在哪支球队打球？夏洛特黄蜂。正确。萌萌，因为四季如春而被称为春城是我国的过。下一题，西方的圣诞节前一天叫平安夜，那么平安夜是几月几号？12月24。正确。雅琪，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出自汉朝谁的诗作？卓文君。正确。萌萌，有草地、红土、硬地三种比赛场地，这是什么项目？网球。正确。雅琪，传说哪种鱼类跳过龙门就会变成龙？鲤鱼。正确。萌萌，我们通常用哪种昆虫的脱壳来比喻？蝉子。萌萌，你的90秒率先用完，这意味着你被淘汰出局。告别我们的舞台之前，有没有想对宝宝说的话？妍希，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希望你们以后都能勇敢地面对，不要害怕，只要你走出去就一定有办法，一定要坚强一点，勇敢一点。妈妈永远爱你们。一号妈妈，你要继续加油。好的，再见。你继续加油，把擂主的宝座坐稳咯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们要帮我报仇哦，加油。
觉得萌萌现在手上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？3000。大屏幕揭示一下结果。哇哦！我们的王者擂主雅琪现在已经拥有了亲子成长基金4500元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挑战者，雅琪，你选哪一个？4号。来吧，4号李银出列。大家好，我是4号选手李银，目前在一家生产机器人的公司工作。我以前小时候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，韩振博是我的宝宝，韩振博小朋友呢参加过第一季的加油好 baby， 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二次登台了，希望我们能够像第一季一样拿到好成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第二现场看看你家可爱的小宝贝韩振博小朋友。哎呦，都这样了还不忘跟我们观众朋友打招呼，这真的是难为你了，韩正博。因为他，我就一直跟他说要给妈妈加油，妈妈真的是好害怕要掉到水里去。你看看，没有想到他这么担心我。要给宝贝做一个好的示范。是的。好，李银，接下来跟擂主雅琪之间的较量马上开始，有什么想对擂主说的话吗？擂主是实力担当了，现在，但是我想我也不会认怂的。好。虽然说我做到现在确实有一点就是头脑有点发胀，但是我一定会坚持到底。两位90秒倒计时从谁开始？对方开始。李银、雅琪，两位做好准备。4号挑战者李银做好准备，您的90秒倒计时开始。我们通常用哪一种水果来形容女孩子精致小巧的嘴巴？樱桃。正确。雅琪，端午节的时候群众常参与的一项水上竞技运动是赛龙舟。正确。李银，色盲患者最普遍的是不容易区分红色和绿色。正确。雅琪，信用卡最早是哪个国家的人发明并使用的？美国。正确。李银，俗话吃得苦中苦，下一句包围人上人。正确。雅琪，自古华山一条路，这华山在我国哪个省？过。下一句，破除祖训满汉不通婚的是哪个清朝皇帝？过。下一句，渭河、汾河都是我国哪条河流的主要支流？黄河。正确。李银，谜语双喜临门指的是我们国家哪座城市？正确。雅琪，明星对于喜欢自己的人一般统称为哪种传统食品？粉丝。正确。李银，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日收盘时间是下午几点？3点。正确。雅琪，我们一般用什么昆虫扑火来形容自取灭亡？飞蛾。正确。李银，一般把酬劳平均分配干好干坏都一样称为吃什么？大锅饭。正确。雅琪，第一个进入国家体育场鸟巢开演唱会的华语乐队是五月天。正确。李银，西游记当中火焰山指的是我国哪个盆地？吐鲁番盆地。正确。雅琪，热气球它的原型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什么手工艺品？孔明灯。正确。李银，古天乐、张柏芝演的一部电影用来形容妻子凶悍的成语是？河东狮吼。正确。雅琪，电视剧《甄嬛传》当中皇上特赐余华妃使用的一款香叫做什么香？欢迎香。正确。李银，歌唱组合羽泉当中泉指的是谁？胡海泉。正确。雅琪，德国的摇篮，欧洲工业运输大动脉指的是哪条河流？莱茵河。正确。李银，原子弹爆炸升腾的那个烟雾被我们俗称为什么？蘑菇云。正确。雅琪，水浒传当中以诸葛亮自比道号嘉亮先生的是？过。下一题，为了防止过敏在使用青霉素类药物之前要先做什么？正确。李银，对密集的小点会产生不适心理的人我们称他有什么恐惧症？密集恐惧症。正确。雅琪，理性纯洁的精神恋爱被人们称为哪位哲学？谢
很遗憾，擂主雅琪，你的九十秒率先用完，这意味着你被淘汰了。哎，天翻地覆。雅琪，你得离开你的王者宝座了，来吧，来到我们的主舞台，有请雅琪。对面就是把你从王座上拽下来的李寅，这会儿想对他说点什么？四号实力确实非常强。我把我的王座让给你，心服口服。好，希望你加油。谢谢。 OK， 来，我们到第二现场看看雅琪家可爱的宝贝。安娜你好棒，谢谢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宝贝。哎呀，宝贝，妈妈来带你参加这个节目呢，收获了很多很多。我们来之前就说过，如果妈妈落水了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妈妈很勇敢，很勇敢地为你站在这里。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像妈妈一样，以后呢，在成长的道路上，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，你不要害怕，跌倒了，我们可以再站起来，好吗？好嘞，宝贝，你也最棒，也谢谢大家，再见。谢谢雅琪，再见。雅琪，我们的王者宝座可不能空着，他将迎来新的主人，那就是李寅，有请登上王者宝座。好，坐上了王者宝座，李寅，刚才雅琪所拥有的45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已经到了你的手中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之前就已经拥有的亲子成长基金是多少。哇哦，2000元。那么李寅，现在你已经拥有了65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了，接下来你想选谁？我选2号。来，2号挑战者妍妍，出列。大家好，我叫妍妍，来自山东威海。在我12岁的时候，父母把我送到了少林寺拳法学校练习武术，一练就是10几年。后来跟随学校表演队世界各地去演出，偶然的机会呢，结识到了沙画艺术，从对它的这个独特的艺术所深深吸引。经过不断的练习与琢磨，现在是一名专业的沙画师。哇哦！然后我的儿子叫做王子森，今年2岁了，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就是想告诉他，人一定要文武双全。哦，练了10几年的武术是吗？是的。不过今天这身这个没法给我们露一手武术了哈。今天听说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这个沙画的展示是吗？对。 OK， 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很精彩也很用心的一个沙画作品。接下来妍妍要在王子森的见证下跟我们的擂主来上一番较量了，想对李寅说什么吗？我想你在我的位子上不会坐得太久，那就来挑战吧。两位90秒钟倒计时，想从谁先开始？对方答题。来，妍妍、李寅两位做好准备。2号挑战者妍妍，90秒倒计时开始。我们在淘宝网上购物的时候，买家和卖家之间聊天的那个软件叫阿里旺旺。正确。李寅，歌曲《甜蜜蜜》《小城故事》原唱是著名歌手。正确。妍妍，
世界两大金融机构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。正确，李银。足球比赛当中，进攻方罚什么球的时候，防守方可以摆人墙？人建议球。正确，严严。西伯利亚雪橇犬就是我们经常见的哪种呆萌的犬？正确，李银。我们通常称拥有什么血型的人为万能献血者？正确，严严。绿色植物吸收阳光能量制造氧气，这个过程叫光合作用。正确，李银。歇后语小葱拌豆腐，下一句一清二白。正确，严严。快餐品牌肯德基缩写是 KFC， 其中那个 K 指美国哪个州？肯塔基州。正确，李银。飘若浮云，皎若金龙，形容了我国古代哪位书法家的作品？正确，严严。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在哪个城市办？北京。错误，下一题。比喻在比自己才能高的人面前卖弄，我们经常说在谁跟前耍大刀？正确，李银。近些年来兴起的专门护理产妇和新生儿的家政人员叫做月嫂。正确，严严。智取威虎山当中，杨子荣抓到的土匪头子绰号叫坐山雕。正确，李银。通常衣服上会用哪个字母来表示大号的衣服？正确，严严。我国五岳当中，南岳衡山在哪个省？湖南。正确，李银。第一届央视春晚是在哪一年亮相的？1983。正确，严严。羽毛色彩斑斓又善于学人类说话的鸟叫鹦鹉。正确，李银。电影甄子丹版的大闹天宫当中，玉皇大帝谁演的？周文润。八。正确，严严。当今世界海拔最高、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是哪条铁路？青藏铁路。正确，李银。2016年里约热内卢运动会会徽是里约的哪座山？剑包山。正确，严严。我国结婚传统中将红枣、花生、桂圆作为果盘，寓意着早生贵子。正确，李银。打麻将当中，由于牌数不对不能胡牌，通常用什么人物来称呼？正确，严严。刘德华的台词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做一个好人，这是哪部电影？无间道。正确，李银。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当中，每队最多能换几个替补球员？三名。正确，严严。鱼在游动的严严，您的90秒率先用完，会被淘汰出局。自己感觉怎么样，严严？应该不会给儿子丢脸。在告别这个舞台之前，有没有想对王子森小朋友说的？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，你已经从那么一个小不点，现在长成了一个小小男子汉。妈妈参加这个节目就是想告诉你，妈妈为了你，为了咱们的家，可以勇敢地接受一切挑战。希望你在今后的道路上也可以成为一个勇敢、坚强、善良、有责任感的男子汉。宝贝，加油，最棒的。接下来王者擂主李银，由你来跟我们的挑战者严严说再见。严严，下来以后跟我留个电话号码，下次来合肥我想跟你学武术和沙画，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哦。宝贝不怕，妈妈是最棒的。走了二号挑战者严严，接下来我们看看严严手上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。来，大屏幕。哇哦，4000元。那么现在李银，你已经拥有了105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。接下来几位，你想选择哪个挑战者？我想选一位男士。哦，对，6号。好，那就是6号李博了。来吧，李博，出列。Yo yo, check it out, everybody, every love。现在我在这儿，我非常多的才艺，然后呢？
从小开始有很多的爱好。嗯，那么我来自美丽的大武汉，我是格格的爸爸，名叫李博，英文名字叫做 Hero。那么从小开始学习武术、舞蹈，然后唱歌啊、表演啊，这些就杂七杂八的嘛。那么现在的职业是一位舞蹈教育者。哇、wow. ！那么。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呢，慢慢的从培养专业的教练，现在到了培养一些小朋友。我从很小的时候，从哥哥五个月的时候，就带着他到汕头啊、北京啊，全国各地进行一些授课和工作，然后在整个工作当中，在学习当中，让他不断的进步。那么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也是一样，我希望他体验更多的生活，更多的舞台，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学到更多的知识。好，作为一个舞蹈的培训者啊，今天给我们露一手了。OK， 来，让我们有请李博来到我们的主舞台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李博带来的精彩的舞蹈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李博家可爱的小宝贝儿。来，嗨，大家好。格格今天主要是来给爸爸加油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来，我们跟老爸来个飞吻，好不好？嗯，哎，好嘞，老爸加油啊！好，接下来格格，我们一起给爸爸加油。我们来看看老爸跟擂主之间的较量。李博，有什么要送给李银的吗？那么李老师今天来了，那么就教一下我们擂主怎么在我们的宝座上翻转。好，虽然你的舞跳得非常的棒，但是我擂主的宝座刚刚坐热，我还不想走。 OK， 两位90秒钟倒计时，从谁先开始？对方答题。好，6号挑战者李博，王者擂主李银，两位做好准备。李博，准备好，你的90秒倒计时开始。一般夫妻结婚多少周年被称为钻石婚？60年。正确。李银，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叫做英吉利。正确。李博，俄罗斯的国花是向往太阳的什么花？向日葵。正确。李银，白血病可以通过移植身体内什么组织来治疗？正确。李博，人们常说蓬莱仙境，这蓬莱在哪个省？山东。正确。李银，侏罗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大型陆地动物是龙。正确。李博，新奥尔良在美国，那么奥尔良在哪个国家？正确。李银，我们常常用什么容器来形容美丽却没有内涵的女性？花瓶。正确。李博，臭鳜鱼、毛豆腐、一品锅，这是哪个菜系的代表菜？徽菜。正确。李银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说的是我国哪座山？泰山。正确。李博，把每个月赚来的钱都花得干干净净被称为什么族？月光族。正确。李银，繁星永照，春水长流，是后辈对哪位作家的悼词？冰心。正确。李博，我国传统护体硬气功当中和金钟罩齐名的是铁布衫。正确。李银，影视剧《红高粱》是改编自中国当代哪位著名作家的作品？正确。李博，我们经常说五香指的是茴香、桂皮、大料、丁香和花椒。正确。李银，小说《水浒传》当中林冲被发配到沧州，路过哪里险些被公差杀死？野猪林。正确。李博，我国公务员考试当中公共科目笔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。正确。李银，《鹿鼎记》当中集齐8本什么书就可以找到大青龙脉地图？42章经。正确。李博，
古装电视剧当中持有什么宝剑的大臣可以先斩后奏？尚方宝剑。正确。李寅。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，下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正确。李博。一张100元的人民币破损了一半，到银行可以兑换多少钱？50。正确。李寅。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穹庐指的是哪种特色民居？蒙古包。正确。李博。由李连杰先生发起成立的国际性公益组织叫做壹基金。正确。李寅。我们通常把足不出户喜欢整天待在家里的男性称为宅男。正确。李博。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，这卖的是什么瓜？哈密瓜。正确。李寅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这是爱国诗人谁的作？文天祥。正确。李博。被足球迷戏称为大帝的李博。您的90秒率先用完，会被淘汰出局。在双方的命中率都在100%的情况下，可能谁先开始那要略微的吃点亏。好，我们的李博在离开这个舞台之前，有没有想对宝贝格格说的话？格格，我希望你还是一直开心快活的玩下去，我不希望你有太多的负担。有很多人说你爸爸是跳舞的，你是不是一定要把舞跳得很厉害？我觉得你有时候会告诉我你喜欢唱歌，有的时候会喜欢画画，这个都不重要，我觉得开心最重要。希望格格爸爸能够培养出像他一样优秀的舞者，也同时祝愿格格爸爸和格格妈妈还有小格格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生活。不好意思啦，再见。谢谢。我也希望咱们山田一家人，我们爸爸妈妈格格一直在一块儿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到处游山玩水，不要想什么压力的东西。我希望格格一直幸福下去，格格妈妈也一样开心快乐。同志们再见了，加油，格格爸爸表演跳水给你看。我们的王者擂主李寅，你觉得李博手上应该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？3000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大屏幕，正好一半，1500啊，加上之前的10500元，所以现在我们的李寅，你已经拥有亲子成长基金12000元人民币。来吧，咱们下一个李寅，你要选谁？5号。好，5号红叶，出力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叫红叶，今年31岁，我来自安徽铜陵，现在北京极酷网从事产品运营的工作。我平时呢最喜欢的就是料理美食和健身，所以说微博上人称我辣妈小飞侠。然后我因为平时喜欢跟大家分享美食，然后拍一些制作美食的照片，所以说现在跟一些网站还有自媒体都有一些合作关系，也是一个业余的美食撰稿人。今天非常开心带着我的宝贝天天来到加油好 baby 的现场，希望能跟宝宝一起度过这段难忘的时光，让他知道妈妈是最自信最勇敢的。谢谢大家。做美食方面的工作，擅长做哪些菜系？八大菜系无所不精。你这个说的有点大了吧，你这是厨师学校毕业的不？我是人称食神呢。以前有受过什么专业的培训没有？没有，自学成才。自学成才能把八大菜系都研究出来？因为每个人都有爱好嘛，然后我的爱好就是这个做饭，然后就等于说平时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琢磨这些事儿上了。好吧，这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都是我们的红叶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菜啊。OK， 红叶，接下来和我们的擂主之间会有一番较量喽。李寅，两位90秒的倒计时，从谁先开始？对方先答题。红叶，李寅。两位做好准备咯。5号挑战者红叶做好准备，90秒倒计时开始，
歌曲倍儿爽是哪位音乐人的作品？大张伟。正确。李寅，一般网页地址当中点 JP 表示的是哪个国家的顶级域名？日本。正确。红叶，清末一代名将曾国藩，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湘军。正确。李寅，我国铁道部 CRH 高速动车统一命名什么号？和谐号。正确。红叶，一般用哪两个字母来表示把原始照片美化或者修改？ PS。 正确。李寅，大河之舞是爱尔兰什么舞种的舞剧？踢踏舞。正确。红叶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中国哪位诗人圣人提出？正确。李寅，通常拍照的时候喊哪一种蔬菜的名字来获得满脸笑容？茄子。正确。红叶，以水怪传说闻名的是英国内陆的什么湖？尼斯湖。正确。李寅，传说岳飞的母亲在他背上刻了四个字是？精忠报国。正确。红叶，我国传统习俗当中过年的时候长辈要给小孩什么钱？压岁钱。正确。李寅，五粮液当中这五粮指的是大米、糯米、玉米、小麦和高粱。正确。红叶，2015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内地女星是？范冰冰。正确。李寅，西欧第一大河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哪座山？阿尔卑斯山。正确。红叶，我国传统文化当中所说的龙抬头是农历的？正确。李寅，在标准大气压强下冰融化的熔点是多少度？零度。正确。红叶，成语指鹿为马出自秦朝哪个宦官的故事？正确。李寅，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峨眉山在哪个省？四川省。正确。红叶，西班牙斗牛当中选手一般用什么颜色的布？正确。李寅，有小甜甜外号的美国流行天后是？布兰妮。正确。红叶，在中国人的风俗当中本命年要穿什么颜色的内裤和袜子？正确。李寅，我国哪一个银行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？中国人民银行。正确。红叶，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也是我国的国酒是？茅台。正确。李寅，国际比赛规定马拉松跑的全程是42公里。正确。红叶，我们吃的莲蓬是什么水生的植物的果实？正确。李寅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，这是我国哪所大学的校训？南开大学。正确。红叶，睡眠当中自行下床行动一番然后梦游。很遗憾，我们的五号挑战者红叶，你的90秒率先用完，两位都是100%的命中率。哎，好吧，红叶，在离开这个舞台之前，想不想跟宝贝儿天天再说点什么？天天，妈妈其实平时能陪你的时间非常少，所以说都是外婆一直在陪着你。妈妈也觉得在你成长的时光里有一些遗憾，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所以说可以说家庭里面，我虽然不能给我的宝贝一份完整的爱，但是我一定会给他我全部的爱。妈妈希望你呢能够参加这个节目，看到妈妈也是在勇敢地面对眼前这一切，因为你知道妈妈也是不会游泳，特别怕水，所以说希望宝贝以后也能面对你惧怕的任何东西，对所有的事物鼓起勇气，不要害怕，做我们家的小男子汉，加油。好，来吧，王者擂主李寅，由你来跟红叶说再见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再见。学会游泳啊，不要像妈妈这样，好害怕啊。宝贝，妈妈今天没有输，妈妈是最棒的。李寅，你觉得红叶身上亲子成长基金大概是多少？4000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大屏幕。好，5000元。现在，李寅，你已经拥有了170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了。来吧，下一个对象是7号的漂亮妈妈。来，7号，出列。
大家好，我叫彭小萌，我是来自墨子故里鲁班之乡的山东省滕州市，我是一名80后全职妈妈。自从有了女儿以后呢，我就放弃了我的工作，我以前是一名汽车销售员。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舞蹈啊，还有各种运动，女儿也是从小受我的影响，就从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这种舞蹈的天分。来吧，我们到第二现场看看咱们家可爱的彤彤。来，大家好，给妈妈加油一下，跟擂主阿姨要展开 PK 了，给妈妈加油。妈妈加油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棒的。谢谢宝贝。来吧，擂主李银，两位的90秒倒计时，你打算从谁先开始？对方答题。好，小萌、李银，两位做好准备。7号挑战者彭小萌，90秒倒计时开始。稀土部队是哪个著名女演员在新浪微博的用户名？章子怡。正确。李银，在超市结账的时候需要扫描产品的什么东西来统计结算？正确。小萌，我国正常的驾驶证一年有多少分？12分。正确。李银，相传太极拳是由武当山谁所创？张三丰。正确。小萌，潜水员的脚蹼根据什么动物发明的？青蛙。正确。李银，我国东北三省包括黑龙江、辽宁和吉林。正确。小萌，零度纬线指的是哪条地球上的特殊纬线？赤道。正确。李银，我们通常把心急如焚、焦躁不安的人说成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正确。小萌，因为与人的脑部结构相似而被孕妇要多吃的坚果是核桃。正确。李银，圆舞曲当中圆舞指的是起源于奥地利的什么舞蹈？华尔兹。正确。小萌，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和唐伯虎比试对联的那个军师外号叫挂。下一题，神话传说大禹治水主要治的是我国哪条河流？黄河。正确。李银，舍我其谁这句话最早是先秦思想家谁说的？孟子。正确。小萌，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位于北冰洋和什么大洋之间？大西洋。正确。李银，张艺谋的经典台词俺红了想你俺红是谁演的？徐颖。正确。小萌，比喻彼此各有优缺点的俗语尺有所短，下一句寸有所长。正确。李银，伟大的科学家被称为宇宙之王的霍金哪个国家的？英国。正确。小萌，动漫《龙珠》当中集齐多少颗龙珠能召唤神龙？72颗。错误。下一题，我们常说的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这是谁的名言？曹操。正确。李银，汽车车身后面有1.6、1.8、2.0，这个数字指的是发动机的排量。正确。小萌，诸葛亮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这先帝指的是谁？隋文帝。错误。下一题，久负盛名的孔雀舞是我国哪个民族的传统舞蹈？傣族。正确。李银，我代表月亮消灭你，这是哪部经典动画片的台词？美少女战士。正确。小萌，扑克牌当中7号挑战者彭小萌，你的90秒率先用完，将会被淘汰出局。来，小萌，想不想跟彤彤说点什么？其实我和女儿能来参加这个节目，非常的高兴。虽然就是说没有成功，但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过程比较重要，只要你参与了就值得。所以说我很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，也为我自己感到自豪。谢谢你，彭小萌，带着可爱的彤彤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。接下来，王者擂主李银来跟小萌说再见吧。不好意思了，再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我还会再来的。
们看看彭小萌所拥有的亲子成长基金是多少。大屏幕，哇哦，2000元。好，所以王者擂主李银现在手上已经拥有190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，只差1000，而这1000不用说了，我们3号王花出列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京的王化，我今年35岁了。那么我目前的工作呢，是一家琴行的老板，同时呢，我也是一个5岁白马王子的阳光老爸。在生活当中呢，我是一个乐器和音乐达人，我自己会4种乐器。平时呢，只要有空呢，我就经常陪伴着孩子，跟他在一起，我们父子两个一边弹琴一边跳舞，来分享着音乐带给我们的欢乐。好，来，我们到这个第二现场，我们认识一下王化家可爱的宝贝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亚伦。我今天5岁了。啊，亚伦你好。爸爸加油。啊，好的，我一定会加油的，儿子。他现在心里非常复杂，一方面是他快要睡着了，他很累，一方面他又坚持的想看到爸爸把这个阿姨给打败下去，然后拿着奖金给他去买一辆玩具汽车。觉得擂主现在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？擂主现在非常的紧张。哦，他想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强大，其实他心跳得跟小兔子一样快。真的，其实在生活中间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，但是今天不好意思了，我要做一个催花杀手。哦，我可是一点都不紧张，我现在肾上腺素分泌到只能专注答题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的王者擂主李银，2位90秒倒计时，从谁先开始？对方答题。好，王化，这个大概也是在你意料之中吧。来，2位做好准备。3号挑战者王化，做好准备，90秒倒计时开始。惠灵顿是大洋洲哪个国家的首都？新西兰。正确。李银，法国的普罗旺斯最出名的植物是？薰衣草。正确。王化，和郭德纲合作时间最长的金牌搭档是？于谦。正确。李银，我们一般用哪两个英文字母表示歌手发行的单曲？ EP。 正确。王化，东床快婿指的是我们国家古代哪个大书法家？王羲之。正确。李银，古代的踏青节是我们现在什么传统节日？清明节。正确。王化，以钟表和军刀闻名于世的欧洲国家是？瑞士。正确。李银，中国象棋当中哪个棋子一旦被吃掉或者被困死就算输了？将。正确。王化，《论语》当中四体不勤下一句？五谷不分。正确。李银，哪两个英文字母表示买单的时候平均分摊费用？ A。 正确。王化，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东邪黄药师住在什么岛？桃花岛。正确。李银，意甲联赛当中被称为斑马的足球俱乐部是？尤文图斯。正确。王化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，开创了科举选拔人才的是皇帝？隋文帝。正确。李银，被誉为人间天使的罗马假日的女主角是？奥黛丽·赫本。正确。王化，新加坡国徽上有2只动物，一个是老虎，另外一个是狮子。正确。李银，樱木花道、流川枫、晴子这是哪部日本动画片的角色？灌篮高手。正确。王化，溜墙根来满屋转，偷吃麻油又吃饭，这描述的动物是？老鼠。正确。李银，生活当中被生锈的铁器一旦划伤了伤口，我们需要打什么针？破伤风。正确。王化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，这是现代诗人谁的？顾城。正确。李银，电影哆啦 A 梦伴我同行当中未成年野比大雄配音的是？韩庚。正确。王化，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四大美女当中跟谁有关？杨贵妃。正确。李银，水浒传当中曾任梁山的总寨主被称为千佛星的是？晁盖。
正确王化，名诗《再别康桥》当中，康桥指的是现在哪个学校？剑桥大学。正确，李寅，以大嘴的外号闻名的是著名的央视体育解说员。正确，王化，吴延见江东父老说的是楚汉之争当中的项羽。正确，李寅，我们常说的小金人是哪个电影节所颁发？路的青藏铁路是从青海哪个地方到拉萨？西宁。正确，李寅，小说《天龙八部》当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说的是谁的武功？慕容复。王者擂主李寅，你的九十秒率先用完，这意味着你被挑战者击败了。耶、李寅，我们先来接受天翻地覆。来吧，从王者宝座上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吧。在告别我们这舞台之前，想不想对韩正国小朋友说点什么呀？悠悠，妈妈也像你一样来参加加油好 baby 了。有你的加油，你觉得妈妈今天的表现能打100分吗？我觉得在你心中，妈妈就是最厉害的，这样就够了。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谢谢李寅，就此别过。好，送走了李寅，我们也迎来今天全场最终的王者擂主王化。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吧，王化，有请。你看看那边，宝贝已经来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来吧，我们再次恭喜王化和他的宝贝亚伦成为我们今天全场的王者擂主。两位，有请登上王者宝座。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觉得你也足够强大，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宝贝而战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加油好 baby 就是这样，我是王小川，各位拜拜。